因为他的工作是真的是在田中，然后他就把那个稻田有没有？因为现在人比较不吃饭啊，所以他把他的稻田哦，随便都留下一挖有没有？就可以当游泳池，所以他每天早上在那边游泳。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他是建筑师，因为建筑师不是都是西装笔挺吗？穿着白西装，不是，他是穿那个吊嘎，然后穿短裤，然后穿假脚托，骑着脚踏车还带斗笠有没有出现？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看的时候，第一次遇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那个黄生远建筑师怎么还没有来？怎么还没？就一个那个阿北就站在我面前，他说，哎、欸，不是说你是建那个黄老师吗？他就说，哦，对，就是那。我说，哦，真的不能小觑哦。他就真的活得很在地，就是跟在地人相处。可是他是台北人哦，他是台北人哦，所以他就说他的成就是就是宜兰这块风土滋养他的哦，就是他得过很多那个是国外的风那个好评啊，跟一些奖项，他都是归功于宜兰这块土地的滋养哦。所以下次有机会有参加我们绿建筑另外一个行程哦，就是宜兰旧城。就是二王社区哦，就是整个是那个田中央他们设计的，从那个南城精英走那个九穷漾月那个步道，大概五六百公尺就走到宜兰河的地方，哇，超级下午午后时光哈、哦，很舒服，尤其夏天的时候，那个河畔边的那个微风哦，这样吹拂的时候，非常的那个是惬意哦，哦，然后也整理得非常好。哦，那我们这边应该是那个宜兰河啊，转过来没多久就要到那个圆山，知道什么？圆山公园。那我们要在那边换车，大家还记得自己的车哈。那那边换车坐小车之后上去的话，大概大概50分钟的车程就到那个福山植物园。好，那到了之后，因为里面它是我们会先到那个路口有没有？你先上厕所，那你可以带水进去有没有？然后你喝完之后出来，你一定要装那个他那边饮水机的水，因为它是有一个哈盆自然保留区，它是整个南洋溪有没有？跟那个我们从乌来部落有没有？乌来福山部落南那个南势溪的源头，所以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哦。你看那个空照的话，没有任何的建筑物。所以它的水是甘甜的山泉水哦，真的很好喝哦。所以你们那个自来水煮的水就丢掉啊，我发的那个只是纯水，没有养分，所以那个就是解渴而已哦。但那个山泉水超棒，如果你有本事的话，因为我们坐小车，应该带那个大桶的去装哦。但是那个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曾经有遇过一个事情大哥，因为他常常带登山队，所以他都是后面那个行李箱都弄很多的水桶，有没有？都装那个山泉水。然后有一年那个SARS啊，突然都没有团，有没有？就留在家里了两个月没有出来，他们家山泉水都喝完了。然后你知道山泉水是甘甜的，因为他突然就是喝了五六年都是山泉水，没有水就拿那个自来水一煮，全家人都喷出来，因为你没有。都喝山泉，突然喝那个自来水，会有那个绿的味道，有没有？他就不喜欢。后来他们去买那个 Avian 矿泉水，哦，因为那个要很高档，所以千万不要，因为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哦，有时候差不多就好了。我就看，就是偶尔品尝一下也不错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停了之后，可能没办法，那个司机大哥可能没办法回转啊。所以我们要过马路的时候要小心哦，就是先上个洗手间，因为它那个圆山公园都没有洗手间。为什么叫圆山阴压刷呀？因为刚好就是它在平原，然后山脚下一个凸起的小山丘。那我们坐那个小车接驳的时候，就是大概3分钟你会过一个桥，你回头看就是刚好那边平地，拔地而起的一个小山丘。那早期。